Aston Martin 八速 GT 超跑雅克摩尼。一向低调嘅 Aston Martin 试揸新车冇乜几可噶，今次终于有机会可以一试顶级 GT 超跑 Vanquish。双门流线车身衬埋加特式标记嘅鬼面罩，同肌肉感十足嘅车尾，散发住一种神秘 feel 啊！加埋雅克车身，得一对尖尖嘅拜仙狼头灯，同埋 LED 日间行车灯发光，嗰种低调实在唔似部四百几万嘅超跑，令人好自然谂翻起 James Bond 嘅车啊！听住 AM 廿九六公升 V 十二引擎声，会感受到 Vanquish 嘅压迫感。性能输出微调到568匹马力同630Nm 峰值扭力，极速油每小时295公里提升到323公里，仲有用六速自动波箱换上全新研发的 Touchtronic 3 八速手自动波箱，轻了 3% 的新波箱，换挡比例好了，速度快到130毫秒，由0至100公里加速由 4.1 秒减到去 3.8 秒，转速标好快推上去5-6000转，就算大赤佬加速都好似平地咁。出色嘅制动系统同敏锐灵活嘅转向，喺山路度狂奔都好轻松啊！不过行几秒就要收油，搞到我哋就好后悔揀咗大坑北拉山道嚟试车啦。头唇、尾泵把、车腮同中控台饰板等等，用咗大量碳纤装饰，配埋车上红线嘅红黑真皮座椅同车顶，口味十足啊！但6.5寸功能 mon 就唔多够大啦，同埋2+2嘅后排实在太逼杰啦，都系专心享受佢力嘅表现罢了。